狼很残暴，你知道吗？它在啃猎物的时候，猎物是活的，它不会像蜘蛛或者是蛇，先喂一点毒液给它，酵素打进去把它溶掉，不会。蟒蛇会把猎物弄死再吞，螳螂不会，螳螂抓起来就一口一口啃，那个动物都还活的，对，非常可怕。青蛙也是活的吞进来，可是它没有一口一口啃，它是一口一吻，除非太大只给掉，或者是卡住，不然它就一口就进来。大家知道吗？螳螂不是，它就会一口一口一直咬，就会一直咬。其实蛮恐怖的。